我在地上放了这个老鼠玩具，就为了呢把我家的猫勾引回来，但是呢一点效果也没有。到了傍晚，夕阳西下，我就把狗子们放了出来。When you love me, 我有很多剧情问一选。对球逐渐失去了兴趣的小哈，逐渐呢对这个老鼠产生了兴趣，专注程度不亚于元宝看机。在这睡的觉？啊，你这么忙啊？啊？站住！你看，乐乐，你看这个猫，不害怕了？这真猛啊！你现在是？在那一瞬间呢，我都忘了有小哈的存在。突然间呢，我特别害怕，怕小哈过来把猫咬死。小二，来看看看看看，向着太阳，你能多远呢？当时呢，我收起了玩具老鼠，又不断地扔石头，把小哈呢骗到了这里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我的一番操作，倒霉的还是我自己。小哈，别尿！下巴烤不好串了。这炉子尿了，教皇尿的看没？尿教皇的看，咋烤串？啊，是不是素颜派来的卧底啊？啊，素颜不爱给我烤串，这素颜派来的卧底哈，派你出来的，是不是小孩？啊，是不是小孩？你捡到这个，我给你。你还不太好意思拿吗？我给你，给你。给你就得了呗。我以为呢我可以一直吸引小孩的注意力，没想到呢小孩还是发现了小猫。啊，瞎了瞎了，小孩瞎了瞎了，滚。扔的石头还以为是球呢，滚滚，别靠了，滚，别靠了，散出，不让他去。对，滚滚滚，上健康码，过来，快点来，他们都回来，你干啥呢？进来来，健康码。最终呢，狗子们成功归位。但依旧是恋恋不舍。我没想到的是，我天真的想法竟然成功了，小猫呢成功被我骗了回来。就是不知道啊，这个方法呢对那个大橘猫有没有效果，我真的希望它也能回来。